I love football 100%.老百姓没有机会和这些人接触，然后导致他们对这些群体，就这些人有些偏见。他这个想法啊，就是不是对的，不要认为智障或者说特殊孩子，不要去歧视他们。通过足球活动使他们是特殊的孩子们与正常的小伙伴们加强他们朋友间的友谊，让他们能够一起互动，更多的有更多的交流。 Hey, I like playing football with my friends.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特殊儿童更好的明天出一份力。